無論高低起跌啦，只要係忠於自己，就係呢位楊明倫騎師嘅座右銘啊！最後50米，神虎龍區接戰，紅愛社終點前將佢趕過。其實會係俾一個好基礎嘅概念話俾你聽，究竟賽馬大概係點樣嘅一回事。不如啊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10場賽事3班1400，大熱暫時顯示係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前面快闸嘅马咧有劲力十足啦，咁中间位置拍马难追啊，中档粉红眼罩仲有特别美丽，外边橙心嘅天外飞天啊，内栏第5神虎龙区，中间第6步大威猛，第7咧白衫粉红袖，内栏位置开心宝贝啊，后边嗰5只啦，咁啊有呢只天天得乐啦，出边啊圣益善啦，尾3绿色有料啊，尾2咧浅蓝衫啊红爱射，博望波红衫暂时殿后啊，转香港体育学院湾啊，方头嘅马系拍马难追啊，内栏位置第2位系劲力十足啦，第3位有天外飞天啊，内栏第4嘅马浅蓝衫神虎龙驹啦，中间第5粉红眼罩开始比路啊，系呢只特别美丽啊，内栏第6开心宝贝大白鼻梁，第7位仲有布大威猛，后边5只内栏绿色衫绿色有料，中间绿色衫天天得乐啊，尾3系圣益善啦，后边2只浅蓝衫啊红爱射，红衫黄毛啊博望波嚟噶，好啦，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咧咁啊劲力十足抛嚟咗个几身位，神虎龙驹咧就好轻松埋边啊上咗嚟，再见到中间位置拍马难追，天外飞天，外边啊暴大威猛，咁啊中间位置仲有只特别美丽啊，出边追紧上嚟啊天天得乐啊，最后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马系神虎龙驹啊，外边追上嚟天天得乐啊，中间位置仲有只红爱射，后多层啊天外飞天劲力十足，最后50米神虎龙驹接先，红爱射终点前将佢赶过，第3名系天天得乐，结果呢场咁啊二位神虎龙驹。都係啦，九位都冇100分都1000分噶，但係最尾壓輸咗俾只都唔係壓輸嘅明過你，都唔係壓輸嘅明過你。紅愛社楊明倫贏馬喎。咁啊，何澤耀有第2啦，神虎龍驹，而第3咧就係天天得樂，第4就係勁力十足。咁啊，因為何澤耀同潘明輝同分，但係潘明輝會 win 多啲，所以潘明輝都仲頂得住啊。哎，係喎，成日我哋輸咗後 win 就嗰位朋友即係買咗。潘明輝騎師喎，就要咁樣先頂得住。哇！唔係嗌都唔使嗌啦，我成日我諗住去到300米，我都唔見啲馬話勢好勁，我諗住神虎龍驅贏緊去到嗰度。紅愛社都唔知邊度穿上嚟嘅，真係睇唔到呢邊。69倍嘅獨贏啊！好難啊！整曬，整曬。咁我見你哋整曬啊嘛，咪打佢咯！整曬你攞本書出嚟擋，我撲街啦！死開你唔想見到你啊！知道個老闆褲甩埋，即刻急 call 去旺角女人街買褲啊！知道褲甩埋，整個太空。唔係如果咁啊，睇一個預計派彩啦。第一名咧就係6號嘅紅愛社啊，獨贏派691.5，位置派130元嘅。咁啊，騎師王真係頂得住啦。咁啊，六號編號嘅潘明輝咁啊，36分嘅。細個真係潘明輝。前面先啦，嗰只放頭嘅勁十足呢，話大開咗啊，咁所以攞位好容易啊。其實神虎龍佢一入直路咧，已經拉出嚟望空咗咧，一俾落去有反應，咁你望下隔離左右咧，冇乜馬追喎，咁諗呢度抽出咗有個幾兩個身位優勢咧，諗住就贏噶啦。咁外邊天天得樂雖然殺緊上嚟嘅，但係諗過睇個勢就唔似追到喎。哇！但係睇漏咗，由裏邊穿上嚟有一隻紅愛社咧，哇都唔使影相啊。其實幾步之下咧，拉屎30米已經過咗啦。其實會係俾一個。好基礎嘅概念話俾你聽，究竟賽馬大概係點樣嘅一回事？其實楊明倫應該算係深切反省啊！已經好彩啦，俾你過骨。如果我做首先董事，已經過做首先董事，已經過做首先董事，已經係嚴厲境界啊！起碼。